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我们也希望以此来就是感染大家，祝祖国越来越好，祝香港越来越好。我们都心系着祖国，在香港希望能够为祖国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增添一份力量。衷心祝福祖国越来越繁荣强盛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